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江国家公园保育研究科科长黄光莹。我今天跟各位来介绍整个七股溪湖丰富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自然生态。其实七股溪湖它是最后台江内海的残余，大概只剩下1000公顷。那在过去400年前，它是广达15000公顷的这个范围。事实上，就是因为它这边整个江南平原这个地方最大的河川叫做曾文溪。那曾文溪呢，那它自从大内乡跟山上乡这边出江南平原以后，它就像一条咱台语讲的叫车尾蛇，它就像我们那个水龙头这样子摆来摆去摆来摆去。那历史上有记录的就有4次的泛滥，那最大的一次是1823年、哦、它那一次的大泛滥、哦、根据历史的记载、哦、一整夜以后，甚至于可能比我们现在的88水灾还要大，一整夜以后，那所有的田，所有的这个、哦、那个整个都变填平，变成浮覆地了。那现在七股溪湖也就是它现在最后的这个残余。那当然这个溪湖它提供了我们很多的生态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上面的科架，这些我们叫做养鹅啊，这些养鹅啊有至少有3种方式。一种就是叉鹅，就是直接叉在上面的；一种是吊鹅，那吊鹅又有分2种，一种是水平的，一种是用浮筒。不管是叉鹅，或者是吊鹅，或者是卡边啊，或者是水平的，那这些都提供了我们非常好的节能减碳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呢？根据研究显示，1公顷的鹅啊，它可以固定空气中的碳8.9吨。8.9吨，一年可以固定8.9吨的碳。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鹅啊，哈，那个碳酸钙，它里面的碳是由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碳转过来的。所以养殖鹅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节能减碳的一种既环保又经济又有生产力又提供美味的一种水产养殖。七股溪湖它外面的沙洲，包括最北边的青山港扇，中间的王仔寮扇跟南边的顶头鹅扇，这些沙洲当中都有槽口，让这些七股的海水可以跟外面的大海来做一个营养盐跟水质的交换，于是孕育了很丰富的生态保障。那当然刚刚讲的除了养科的环境以外，也是提供了很多沿岸渔业鱼类的这个栖息产卵跟幼鱼生长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也很非常欢迎各位朋友有空的时候来到我们七股溪湖来做生态旅游。那为了这个，我们跟船家渔筏业者有合作，进行船体的改善跟整个适合台江的这种风貌的这一种形塑，甚至于动力也希望朝着绿能上面的来发展。那也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有空的话来莅临台江国家公园，来到我们的这个溪湖上面，一方面来做一个知性之旅，二方面也来享受这种大自然赋予我们台湾的这个好美丽的这个宝藏。好，谢谢大家。